姨，早啊！第一次来我们家，就是个大中午，你是有多懒呀、啊？那个妈，他好不容易休息一下，啊，要想进我们王家的门，就要守我们王家的规矩。去，把你妈叫过来吃饭，快去啊！做我王家的儿媳妇，必须得勤快。会做家务吗？嗯，我会洗碗。我看你也只会洗个碗吧。去把衣服洗了，然后做饭。等等，我先尝一下。嘿，放盐呐、啊！好好好，再放，再放。哎呀，这么秀气，我来多倒点儿啊！哎，就这样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吃饭吧。这饭菜呀、啊，是我和月野一起做的。你做的饭还是我来盛住吧。你担心啥呀？不是有月野帮忙吗？你快点尝一口。爸，我来帮你吧。这就妙啊！哎呀，磨磨蹭蹭的，直接往里面塞就行。啊，可是这样子会串色的。就是让你们串呐、啊。以后呢，炒菜就放饭袋盐。饭袋。洗碗呢，就边洗边摔。扫地呢，就直接往沙发底下蹲就是。以后这男人啊，都抢着做家务。这招是小五奶奶告诉我的独门秘技。月野啊。啊，那衣服洗完了吗？快洗个衣服。